相机、镜头、灯光、电脑，现代摄影师不可或缺的工具。除了速度和效能，另一个选择器材的条件就是平衡和多样性，可以让我在不同的环境应付所有的工作。而 Microsoft 的 Surface 系列就可以让我这个最大的优势应付所有的后期制作工作。